只要你突然回，只要你突然回。这个距离可以吗？可以再近点，可以再近点。我东西穿的，这也要算。那你不要算。哎，如果碰不上怎么办？再来一条就好了。你俩头再这样子一点，错一点，现在有点错太多了。他非常好。全程我牵着你走吧。那为什么突然想到要过来做戒指？咱们可以用到那个剧里面。这样我给你扶着吧。哎，没事。代理选手可以寻求我的帮助。拿到手啊？我不会的。为了下辈子全套死了。怎么了？其实差点飞到你眼睛里。是，不过捡了。好危险啊！等一下，你带那个，万一奔着你去了咋整啊？不知道，加起来是独一无二的，感觉什么事都能给你撑着。我让你先走，他醒了钟以后我走。行，如果我赢了，就当场撒娇就行了。姐，什么？我想你了。挑战的时间是唯一的解药，想回到最初，你我相爱每一个拥抱，你在我怀里睡着。